灌浆，把那个浆灌进去以后呢，然后就把它更把它更粗一点。出品以后要等它冷却，冷却以后就会凝固。这个就是已经凝固了，它的模具是个硅胶模，可以看得到。刚才跟我手上拿的就是个硅胶的模具。浆体是很热，高温的，是热的，很凝掉。所以它这里涉及到的模具呢，可以看出。这是一个硅胶的硅胶做的一个模具，就像做蛋糕一样。半成品，一个胚。这里是人工的一个那个胚，修一下，修整一下。人工的把胚修一下。这里呢是上色的，这里就是人工的，就是需要手绘的去上色。这个是小黄人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工序，这里是喷漆。这里喷漆就是说把整个产品喷一个统一的颜色，例如这里是喷的黄色，就不用一点点描，喷了黄色以后呢放在这里晾干，晾干以后就回到刚才这个地方，就是说要把细节的地方只能在人工的去上色。